我利用丹中心的骗局，真甲老人，你老，你忘了，多得无得亲家感觉，袂当甲咱咱体会过，害过咱的，嘛应该体会才对。妈，我求你信任我，求你支持我好无？这是你们的事情，你有悔，你有当，绝对得比我管起来。你何悔啊？我顶多认为你有罪我。 你想要被告谋杀，想要去得到伊倒？我只是想赶紧找个公司的事务员。崔水亮哦，你给我听下太平啊，对不？炸弹到手，计时器，时间跟走了，那对红龙保镖最高格。龙哥，这个胸针，吉林爸爸，你们给我三十九年轻生。竞标开始，两百万，四百万，五百万，五千万。 妈，你确定真的啦？哎呀，这是我做电视的胸针，你竟然安尼就简单来涂骹，啊，竟然恁这尔啊唔甘，将钱堵车买的价钱，你搁买到等用就好啊。你都手骨无够粗啊，哪有可能照你这个价钱买？我就收你十块，这个胸针嘛，敢若这个价钱？